Hello, T 的变美塑形课堂又来喽！为了方便大家训练，贴心如 T 专门给大家定制了一套在家不用器械就能完成的一周训练组合，从热身、减脂、塑形到拉伸，全部包括，不用自己再东拼西凑去找视频啦。每天跟练一趴，坚持一个月，你会发现身体变得轻盈又紧致，精神状态也会好很多。考虑到很多学生党、上班族可能周中的空闲时间比较少，那这个7天的锻炼计划呢，在周中的时间相对变短，周末的时间相对会长一点，健身小白也不用担心，训练强度是慢慢增加的，不会一上来就把你累垮。所以想要减脂的姐妹们，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，跟着 T 每天打卡训练吧。第一天，我们先来激活一下全身的肌肉，把肌肉唤醒之后，后续才能够更好的减脂塑形。所以今天的训练是一组4分钟的热身和5分钟的全身燃脂塑形，做完之后不要偷懒跳过拉伸哦。动作一，绕肩。双臂张开，由肩部带动手臂，从后往前转动15秒。然后再从前往后转动15秒。动作二，侧腰拉伸。左侧手臂伸直，然后身体往右侧倒，感受腰部和手臂的拉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右侧手臂抬起，往身体左侧倒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三，腿部后侧拉伸，双腿张开，身体往下压，用双手去够右脚，腹部尽量去贴近你的腿部，脚后跟要保持贴紧地面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外一侧。动作四，腿部前侧拉伸，弓字步下蹲，感受右腿前侧肌肉的拉伸，然后用左手去够右脚，均呼吸。接着换另外一侧。动作五，后撤下蹲，左腿往后撤，下蹲的同时左手去摸右脚，然后起来，右腿往后撤的同时下蹲，右手去摸左脚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六，无声波比跳。双臂伸直抬起，然后下蹲，做平板支撑的姿势，然后再起来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七，相扑蹲加手臂甩圈，双腿张开，比肩略宽，抬起双臂，下蹲的同时双臂从两侧画圈，然后拍手，然后站起的同时再从两侧绕圈向上合十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一，左右为一组，各为30秒。跪姿支撑在床上，大腿与小腿之间呈90度，右腿伸直，抬右腿的同时抬左臂，尽量保持身体稳定。好，我们准备换另外一侧。5，
三、二、一 ，Go。动作二，左右为一组，各为30秒。跪姿，用小臂支撑上半身，大腿与小腿之间呈90度，伸直抬起右腿，从外侧向内侧画一个半圆，尽量保持身体稳定，一侧30秒。感受到大腿和臀部的挤压了吗？是不是有点累？坚持一下。5、4、3、2、1，换另外一条腿。注意不要憋气，要均匀呼吸。动作三，单腿臀桥，左右为一组，各为30秒。平躺在床上，一条腿伸直抬起，另一条腿屈膝支撑下半身，臀部和腿部发力往上抬。这个动作能同时锻炼到臀部和髋部。如果你因为久坐，大腿根部的肉松松的，这个动作能帮助紧致屁屁，提高臀线，让腿看起来更长。5、4、3、2、1。换另外一侧，进阶臀桥，一组30秒。双臂伸直支撑上半身，大腿与小腿之间呈90度，吸气的时候腹部放松，呼气的时候用髋部和臀部发力提起上半身，至腹部与床平行，感受臀部挤压。这个动作不仅能锻炼到髋部，还能让手臂很好的发力，改善掰掰肉和蝴蝶袖。动作五，腹部单车，一组30秒。双手抱头，腿部交替蹬空中自行车。提左腿时，身体往左转；提右腿时，身体往右转。感受腹部肌肉的挤压，注意不要用脖子发力哦。动作六，登山者，一组30秒。双臂伸直支撑住上半身，双腿像登山一样前后交替往胸部抬。这个动作也能很好的锻炼到腹部和核心肌肉。加油，训练马上就要完成啦！动作七，平板支撑，一组30秒。手肘支撑住上半身，收紧腹部，注意不要塌腰，尽量让背部与床平行，不要憋气，保持呼吸，坚持一下。5、4、3、2、1。
三、二、一，结束。做完之后不要忘了拉伸一下哦。拉伸胳膊，用右手腕勾住左手腕，往胸前拉，保持五秒。换另外一侧，进行同样拉伸。在脑后抓住另一侧手肘，往反方向拉伸胳膊，保持五秒。换另外一侧。拉伸腹部，趴在床上，双臂与肩同宽，支撑起上半身，轻微往后仰，感受腹部肌肉的拉伸感。匀速呼吸，感受腹部肌肉的拉伸感。拉伸臀腿，平躺在床上，屈起右腿，将左脚搭在右腿上，抱住右腿往胸部靠近，保持五秒。然后环另外一侧腿，感受臀部和大腿后侧的拉伸感。那咱们第一天的训练结束啦，明天见。准备好暴汗了吗？今天我们要进行有氧减脂。考虑到有的健身小白可能不适应长时间的蹦跳，所以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只跳两遍，后面熟练起来之后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跳几次。我个人的建议是热身完之后跳两遍以上的女团舞，然后再进行全方位的拉伸，做完之后你会感觉一身轻，排毒减脂效果超级好。动作一，绕肩，双臂张开，由肩部带动手臂，从后往前转动15秒。然后再从前往后转动15秒。动作二，侧腰拉伸。左侧手臂伸直，然后身体往右侧倒。感受腰部和手臂的拉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右侧手臂抬起，往身体左侧倒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三，腿部后侧拉伸。双腿张开，身体往下压，用双手去勾右脚，腹部尽量去贴近你的腿部，脚后跟要保持贴紧地面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外一侧。动作四，腿部前侧拉伸，弓字步下蹲，感受右腿前侧肌肉的拉伸，然后用左手去勾右脚，均呼吸，接着换另外一侧。动作五，后撤下蹲，左腿往后撤下蹲的同时，左手去摸右脚，然后起来，右腿往后撤的同时下蹲，右手去摸左脚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六，无声波比跳，双臂伸直抬起，然后下蹲，做平板支撑的姿势，然后再起来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七，相扑蹲加手臂甩圈，双腿张开比肩略宽，
抬起双臂，下蹲的同时双臂从两侧画圈，然后拍手，然后站起的同时再从两侧绕圈向上合十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一，肩部拉伸，将左手手臂伸直，用右手胳膊肘勾住左手手腕，缓缓向后拉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接着换另外一侧，重复同样动作。动作二，背部和手臂拉伸，将左手手臂放在脑后弯曲，右手扶住左手大臂，缓缓往下压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另外一侧，重复同样动作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三，腹部拉伸，趴在瑜伽垫上，双手伸直支撑起上半身，身体缓缓往后仰，感受腹部肌肉的拉伸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屁股跪坐在双腿上，身体往下压，双臂伸直，缓缓往前伸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动作五，腰椎拉伸，双腿与肩同宽，跪在瑜伽垫上，大腿与小腿呈90度，双臂伸直支撑住上半身，呼气的时候背部弓起，吸气的时候腰部下塌，头和胸部往上抬起，像猫伸懒腰一样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六，小腿后侧拉伸，盘腿坐在瑜伽垫上，右腿向右前方伸直，用手去把脚往后勾，身体下压，感受小腿后侧肌肉的拉伸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另外一侧腿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七，腰臀拉伸，盘腿坐在瑜伽垫上，右腿弯曲绕到身体左侧，身体往右转。然后换另外一条腿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保持15秒。动作八，臀部拉伸，双腿弯曲，右腿在下侧，左腿在上侧，身体下倾往右侧腿压，感受臀部的拉伸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另外一条腿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保持15秒。动作九，腿后侧拉伸，双腿伸直张开，脚跟贴紧地面，身体下倾，双手伸直撑住上半身，身体尽量往下去压，感受腿后侧筋肉的拉伸，均匀呼吸，保持30秒。那今天训练就结束啦，我们明天见。第三天老规矩，先热身，然后咱们今天来练背吧。有虎背熊腰烦恼的姐妹们一定要重视背部的训练哦。动作一，绕肩，双臂张开，
由肩部带动手臂，从后往前转动15秒。然后再从前往后转动15秒。动作二，侧腰拉伸，左侧手臂伸直，然后身体往右侧倒，感受腰部和手臂的拉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右侧手臂抬起，往身体左侧倒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三，腿部后侧拉伸，双腿张开，身体往下压，用双手去勾右脚，腹部尽量去贴近你的腿部，脚后跟要保持贴紧地面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外一侧。动作四，腿部前侧拉伸，弓字步下蹲，感受右腿前侧肌肉的拉伸，然后用左手去勾右脚，均呼吸。接着换另外一侧。动作五，后撤下蹲，左腿往后撤，下蹲的同时左手去摸右脚，然后起来，右腿往后撤的同时下蹲，右手去摸左脚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六，无声波比跳，双臂伸直抬起，然后下蹲，做平板支撑的姿势，然后再起来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七，相扑蹲加手臂甩圈，双腿张开，比肩略宽，抬起双臂，下蹲的同时双臂从两侧画圈，然后拍手，然后站起的同时再从两侧绕圈向上合十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一，双臂抬起，从两侧缓缓放下，尽量往后打开胸膛，感受肩胛骨肌肉的挤压，这样为一次，做30次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上背肌群，练出好看的蝴蝶骨。
作二，双臂弯曲成直角，从面前往两侧打开，用力夹紧肩胛骨，这样为一次，做30次。这个动作能够锻炼到菱形肌，让背部更挺拔。动作三，双臂向前伸直，夹紧肩胛骨，斜向上30度，往后曲臂，再向上30度，往后曲臂，三个动作为一组，重复10组。动作四，趴在瑜伽垫或者床上，双臂弯曲往后打开的同时，抬起上半身和双腿，注意不要用脖子发力哦，主要发力的部位应该是背部和腰部，这样为一次，做30次，抬起的时候呼气，放下的时候吸气，这个动作能很好的锻炼到背阔肌。动作五，趴在瑜伽垫或者床上，双臂向后抬起，用背部发力抬起上半身，保持30秒，注意均匀呼吸。这个动作有点累，但是能够很好的瘦背，还能够减少掰歪肉。动作一，坐姿猫式伸展，盘腿坐在瑜伽垫上，双手扶在膝盖上，呼气的同时身体往后倒，背部弓起，充分拉伸背部的肌肉，伸展胸部和脖子前侧的肌肉群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
作二，跪姿背部拉伸，双腿与肩同宽，跪在瑜伽垫上，大腿与小腿保持90度角，双臂向前伸直趴在地上，身体缓缓往前探，尽量用胸部和脖子去靠近地面，均匀呼吸，保持30秒。动作三，侧腰和手臂拉伸，盘腿坐在瑜伽垫上，右侧手臂扶在地上，左侧手臂伸直抬起，然后身体缓缓向右侧倒，均匀呼吸，感受左侧腰部和手臂的拉伸，保持15秒。接着换另外一侧手臂，重复这个动作15秒。跪姿肩部拉伸，双腿与肩同宽，跪在瑜伽垫上，身体靠在地上，右侧手臂往前伸，将身体转到左侧，左臂支撑住身体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外一侧，继续保持15秒。自菱形肌和下方肌中下属拉伸，盘腿坐在地上，用右手从左腿外侧去够左脚，然后左脚缓缓往前蹬，均匀呼吸，保持这个动作15秒。接着换另外一侧，继续保持这个动作15秒。OK， 今天的训练结束了，都坚持3天了，明天应该也能见到你吧。恭喜你，喜提一个休息日，坚持打卡训练3天的你，超棒的。今天我们休息一下，做一下简单的拉伸。动作一，猫式拉伸，双腿与肩同宽，跪在瑜伽垫上，大腿与小腿呈90度角，双臂伸直撑住上半身，呼气的同时身体往后弓起，吸气的同时塌腰，胸部和脖子向上伸展。均匀呼吸，保持30秒。动作二，转脖子绕肩，跪坐在瑜伽垫上，双手放在大腿上，缓慢绕动肩部的同时，缓缓转动脖子。均匀呼吸，保持30秒。动作三，鸽式拉伸，右腿弯曲，身体重心放在右腿上，左腿向后伸直，身体往下趴，双臂向前伸直，均呼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另外一侧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保持15秒。拉伸，双腿伸直趴在瑜伽垫上，双臂伸直支撑住上半身，将身体往后倾，脖子伸直，感受腹部的拉伸，均匀呼吸，30秒。动作五，臀腿拉伸，平躺在瑜伽垫上，将右腿往回收起，双手抱住右腿，右脚脚腕缓缓转动。然后将右腿放到左腿外侧，身体和头部都往右转，右臂往右伸开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
后换另外一侧，重复这个动作。动作六，腿部拉伸，右腿弓字步站立，左腿向后伸，双臂伸直支撑住上半身，身体向前倾，感受左腿前侧肌肉的拉伸。然后用右手抓住左脚。接着换另外一侧，重复这个动作。动作七，下犬式拉伸，双腿张开伸直，脚跟与地面贴合，双臂伸直支撑住上半身，身体尽量往下压，均匀呼吸，保持30秒。动作八，手臂背部拉伸，双腿比肩略宽站直，双手手指扣拢，将手臂向上撑开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，然后将手臂向前伸开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今天的休息拉伸就这样愉快的结束啦，我们明天见。今天是第五天，休息日之后还来健身打卡的你超自律哦。今天热身之后是瘦手臂训练，有掰掰肉蝴蝶袖困扰的姐妹们跟着 T 练起来，天鹅臂等着你。动作一，绕肩，双臂张开，由肩部带动手臂，从后往前转动15秒。动作二，侧腰拉伸，左侧手臂伸直，然后身体往右侧倒，感受腰部和手臂的拉伸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右侧手臂抬起，往身体左侧倒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三，腿部后侧拉伸，双腿张开，身体往下压，用双手去勾右脚，腹部尽量去贴近你的腿部，脚后跟要保持贴紧地面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外一侧。动作四，腿部前侧拉伸，弓字步下蹲，感受右腿前侧肌肉的拉伸，然后用左手去勾右脚，均匀呼吸，接着换另外一侧。动作五，后撤下蹲，
左腿往后撤下蹲的同时左手去摸右脚，然后起来右腿往后撤的同时下蹲，右手去摸左脚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六，无声波比跳，双臂伸直抬起，然后下蹲，做平板支撑的姿势，然后再起来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七，相扑蹲加手臂甩圈，双腿张开，比肩略宽，抬起双臂，下蹲的同时双臂从两侧画圈，然后拍手，然后站起的同时再从两侧绕圈向上合十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双臂伸直，在身体两侧张开至于肩同高，从后往前绕圈，感受大臂发力带动整个手臂，注意保持腹部收紧，均匀呼吸，不要耸肩。从前往后绕圈，继续保持30秒。小臂与大臂呈90度角，大臂保持水平状态的同时，小臂缓缓往前倒，直到与大臂在同一水平面上。重复这个动作30。做的时候注意打开肩膀，保持均匀呼吸。这个动作能锻炼到肱三头肌和三角肌，紧致大臂的同时，还能帮助练出好看的直角肩。动作三，双手掌心合十，双臂向上抬起至头顶，手肘弯曲，小臂往脑后倒，全程要保持掌心合在一起。是不是感觉大臂后侧开始有点酸了？酸就对了，这个动作能很好的锻炼到肱三头肌，也就是我们容易囤积掰掰肉的部位。动作四，双臂在身体后侧左右来回摇摆，左臂弯曲的时候右臂向外打开伸直，右臂弯曲的时候左臂向外打开伸直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大臂后侧的肌肉有点酸酸的？这个动作不仅能锻炼到大臂后侧，还能帮助打开肩背，让整个人更挺拔。动作五，平趴在瑜伽垫或者床上，双臂贴着腿放在身体两侧，双臂抬起大概与地面成30度角，大臂保持抬起状态，小臂上下挥动，往上抬起的时候与大臂成一条直线。是不是以为趴着很舒服？其实这个动作超累的。现在你的大臂应该已经感觉到热热的了吧，加油，白白肉在燃烧。这个动作不用器械也能非常好的刺激到肱三头肌，对大臂后侧的塑形效果特别好。动作六，双腿弯曲坐在瑜伽垫上，双臂放在身体后侧，掌心朝向身体，用手臂支撑起上身，身体重心靠向手臂，手臂向后微微弯曲再撑起，
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塌腰驼背，腰腹部要保持收紧挺直的状态，手臂要往后弯曲，不能往两侧弯，下落的时候吸气，抬起的时候呼气。感觉到大臂后侧的肌肉在发力了吗？这个动作看着简单，其实超级累，但是塑形效果也很好。动作七，半程俯卧撑，双臂与肩同宽，支撑住上半身，小腿搭在一起，用膝盖支撑下半身，保持腹部收紧，后背不要拱起，双臂向后缓缓弯曲，注意一定是向后，不能向两侧打开哦，不然就锻炼不到肱三头肌了。上推时呼气，下落时吸气，这个动作不仅能锻炼到大臂后侧，还能增强腰腹核心力量，就是感觉手臂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接着是拉伸，跪姿趴在瑜伽垫上，双臂往前伸，拉伸十秒，接着用右手手腕勾住左手小臂往后拉，然后把左手手臂再往后弯曲，右手抓住左手手肘往右侧拉，另一侧做同样拉伸，拉伸一下，是不是觉得紧绷的三头肌舒服了很多？右手撑住地面，左臂从侧面伸过头顶，身体往右侧倒，另一侧做同样拉伸。坚持住，最后五秒钟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一周工作学习结束之后还来坚持训练的你辛苦啦，我们周末见。先来为周末还点开视频训练的你鼓个掌，有没有觉得坚持运动的自己心情都变好了？周末时间富娱乐，咱们来点强度大的，紧致翘臀练起来。这组训练会有一点点累，但是为了穿上漂亮的小裙子紧身裤，姐妹们冲呀！动作一，绕肩，双臂张开，由肩部带动手臂，从后往前转动15秒。然后再从前往后转动15秒。动作二，侧腰拉伸，左侧手臂伸直，然后身体往右侧倒，感受腰部和手臂的拉伸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右侧手臂抬起，往身体左侧倒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三，腿部后侧拉伸，双腿张开，身体往下压，用双手去勾右脚，腹部尽量去贴近你的腿部，脚后跟要保持贴紧地面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外一侧。动作四，腿部前侧拉伸，弓字步下蹲，感受右腿前侧肌肉的拉伸，然后用左手去勾右脚，均匀呼吸，接着换另外一侧。动作五，后撤下蹲，左腿往后撤下蹲的同时，左手去摸右脚，然后起来，右腿往后撤的同时下蹲，右手去摸左脚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
动作六，无声波比跳。双臂伸直抬起，然后下蹲，做平板支撑的姿势，然后再起来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七，相扑蹲加手臂甩圈，双腿张开，比肩略宽，抬起双臂，下蹲的同时双臂从两侧画圈，然后拍手，然后站起的同时再从两侧绕圈向上合十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一组动作都是跪姿抬腿，本组动作能够很好的刺激臀大肌和臀中肌，也就是臀外侧凹陷的部位。动作一，驴踢，双臂与肩同宽，跪姿支撑在床上，大腿与小腿呈90度角，左侧臀部带动大腿往上抬，重复30秒。注意做的过程中要保持腰背挺直，腹部收紧，不要塌腰弓背。往上抬腿的时候呼气，下落时吸气，有没有感受到臀部的挤压？这个动作能很好的刺激到臀大肌，紧致臀部。尤其是大腿根部有点肉肉的，这个动作能够让臀线变得更加清晰。最后保持抬起的动作10秒，这样更能强化对臀大肌的刺激感。接着换另一条腿，继续30秒。加油加油！腿不要放下，保持在抬起的位置，保持10秒。动作二，消防栓，跪姿支撑在床上，大腿与小腿呈90度角，左腿从侧面往上抬，重复30秒。有没有感觉臀外侧肌肉酸酸的？这个动作能很好的刺激到平时不容易被锻炼到的臀中肌。有臀外侧凹陷情况的姐妹们，这个动作一定不能偷懒哦。是不是开始有点累了？坚持一下。好，腿别放下哦，抬起的动作继续保持10秒。想要屁屁圆润饱满，要把臀中肌练起来，坚持下去，圆润流畅的侧臀线等着你。好，接着换另外一条腿，重复这组动作。在抬腿的时候可以尽量把腿抬高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好，腿不要放下来哦，坚持一下，越酸软越蜜桃。动作三，斜脚踢，跪姿支撑在床上，右侧大小腿呈90度，左侧腿斜向内收，然后斜向外踢，重复30秒。这个动作能同时锻炼到臀大肌和臀中肌，让臀型更圆润饱满。在踢腿的时候要注意感受臀部的发力，应该是臀部带动大腿斜向上抬，不要用小腿发力哦。今天咱们要练的是屁股，不是小腿。如果大家想看练腿的话，点赞过10000，提再安排一个。最后也要保持抬起的动作10秒。
OK， 接着换另外一条腿，重复这组动作。坚持一下，马上就能休息了。最后抬起，保持10秒，10 9 8 7 6 5 4 3 2 1，结束。第一组动作完成啦。第二组动作都是趴床后抬腿类，能够刺激臀大肌，让臀部从侧面看有圆润的曲线。动作四，单腿后抬腿，平趴在床上，双腿伸直，左腿伸直往上抬起大概30度。在做热动作的时候，注意感受臀部的挤压感，尽量避免腰部太用力，不然练完可能会腰酸哦。这个动作能够非常好的刺激到上臀部的肌肉，能够让臀部上缘更饱满。保持在抬起的位置停留10秒，强化刺激。好，接着我们换另外一侧。记得保持在抬起的位置停留10秒。动作五，抬腿内外移。这个动作抬起姿势跟上一个一样，左腿抬起后向外平移，然后再回到初始位置，重复30秒。这个动作也能够锻炼到臀外侧凹陷的位置，让臀型侧面看起来更饱满流畅。注意做的时候不要憋气哦，要均匀呼吸，往外的时候呼气，往内的时候吸气。然后在打开的位置保持10秒。接着换另外一条腿，重复这组动作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动作六，轻蛙踢。平趴在床上，小腿往上抬起，用臀部和大腿发力带动腿部往上抬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这个动作能全方位刺激到臀部肌肉，尤其是臀外侧凹陷厉害的姐妹们应该会感觉到两侧特别酸，酸是正常的，说明臀部肌肉有被锻炼到。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能休息了。OK，
第二组动作完成。第三组动作都是臀桥类，不仅能让臀部变翘，还能改善骨盆前倾，缓解脊椎疲劳。动作七，单腿臀桥，平躺在床上，一条腿弯曲撑地，另一条腿伸直斜向上抬起，臀部上下抬起，重复30秒。这个动作在之前全身5分钟的燃脂训练里也有做，这里又出现是因为它效果真的非常好，因为抬起的腿相当于给臀部施加了一个负重，会比较累，但对臀部的刺激效果也很好，对紧致翘臀很有帮助。在抬起的位置保持10秒，强化一下刺激。换另外一条腿，重复这组动作。最后也在抬起的位置保持10秒。动作八，蛙式臀桥，平躺在床上，双脚脚掌并拢，双腿打开，用臀部发力向上抬起髋部，重复30秒。因为双腿向外打开了，这个动作能非常好的刺激到臀中肌，对臀外侧凹陷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然后在抬起的位置保持10秒，强化刺激。有没有感觉臀两侧很酸？再坚持一下。动作九，臀桥保持，平躺在床上，双腿弯曲与肩同宽，臀部向上顶起，直到大腿与髋部和上身在同一水平面上，保持这个姿势30秒。在臀桥保持的时候，要用力收紧臀部，感觉臀部的挤压，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。加油，马上最后一个动作了。最后一个动作，大腿外侧抬腿，侧躺状态，上侧的腿伸直向上抬起后缓缓落下，重复30秒。注意抬腿和落下的速度都要慢，感受大腿外侧和臀部的发力，不要用小腿带动大腿抬起哦。这个动作主要刺激的也是臀部外侧，对改善臀外侧凹陷有很好的效果。然后在抬起的位置保持10秒。OK， 换另外一侧，重复上述动作，坚持坚持。再保持10秒抬起就结束了，10 9 8 7 6 5 4 3 2 1，结束。 OK， 完成。动作一，肩部拉伸，将左手手臂伸直，
用右手胳膊肘勾住左手手腕，缓缓向后拉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接着换另外一侧，重复同样动作。动作二，背部和手臂拉伸，将左手手臂放在脑后弯曲，右手扶住左手大臂，缓缓往下压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另外一侧，重复同样动作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三，腹部拉伸，趴在瑜伽垫上，双手伸直支撑起上半身，身体缓缓往后仰，感受腹部肌肉的拉伸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屁股跪坐在双腿上，身体往下压，双臂伸直，缓缓往前伸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动作五，腰椎拉伸，双腿与肩同宽，跪在瑜伽垫上，大腿与小腿呈90度，双臂伸直支撑住上半身，呼气的时候背部弓起，吸气的时候腰部下塌，头和胸部往上抬起，像猫伸懒腰一样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六，小腿后侧拉伸，盘腿坐在瑜伽垫上，右腿向右前方伸直，用手去把脚往后勾，身体下压，感受小腿后侧肌肉的拉伸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另外一侧腿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七，腰臀拉伸，盘腿坐在瑜伽垫上，右腿弯曲绕到身体左侧，身体往右转，然后换另外一条腿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保持15秒。动作八，臀部拉伸，双腿弯曲，右腿在下侧，左腿在上侧，身体下倾往右侧腿压，感受臀部的拉伸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5秒。然后换另外一条腿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保持15秒。动作九，腿后侧拉伸，双腿伸直张开，脚跟贴紧地面，身体下倾，双手伸直撑住上半身，身体尽量往下去压，感受腿后侧筋肉的拉伸。坚持6天了，明天最后一天，想见你。都坚持到第7天了，七老泪纵横。最后一天，咱们来一组腹部训练，加速腹部脂肪燃烧，紧致小肚子，马甲线，安排。动作一，绕肩，双臂张开，由肩部带动手臂，从后往前转动15秒。然后再从前往后转动15秒。动作二，侧腰拉伸，
左侧手臂伸直，然后身体往右侧倒，感受腰部和手臂的拉伸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右侧手臂抬起，往身体左侧倒，保持15秒。动作三，腿部后侧拉伸，双腿张开，身体往下压，用双手去够右脚，腹部尽量去贴近你的腿部，脚后跟要保持贴紧地面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外一侧。动作四，腿部前侧拉伸，弓字步下蹲，感受右腿前侧肌肉的拉伸，然后用左手去勾右脚，均匀呼吸，接着换另外一侧。动作五，后撤下蹲，左腿往后撤下蹲的同时，左手去摸右脚，然后起来，右腿往后撤的同时下蹲，右手去摸左脚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六，无声波比跳，双臂伸直抬起，然后下蹲，做平板支撑的姿势，然后再起来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动作七，上铺蹲加手臂甩圈，双腿张开，比肩略宽，抬起双臂，下蹲的同时双臂从两侧画圈，然后拍手，然后站起的同时再从两侧绕圈向上合十，重复这个动作30秒。四个动作主要训练马甲线，通过卷腹刺激腹直肌和腹内斜肌。动作一，一二三，挺卷腹，双手抱头卷腹，第三下停蹲1秒。你们可以用手指轻轻戳一下肚子，感觉腹部是硬的，就是有在发力。发力的时候呼气，放松的时候吸气，有没有感觉腹部已经在酸痛了？这里要强调一下，大家在做这套动作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比较硬的床，我为了给大家展示这套动作在床上的可行性才选择在床上哈，大家不要学我。动作二，对脚卷腹，用左手手肘去够右腿膝盖，右手手肘去够左腿膝盖，手臂抱头只是对脑袋起一个微微的支撑作用，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。这个动作不仅能刺激腹直肌，还能锻炼到腹内斜肌，而马甲线就是这两块肌肉中间的骨，锻炼好这两块肌肉，穿上小马甲指日可待。动作三，自行车卷腹，双腿在空中蹬自行车的同时，身体左右转动，是不是已经有点累了？马上到这趴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动作四，平板支撑，
胳膊与肩同宽支撑住上半身，身体绷直保持一条线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注意一定要腹部收紧，要感觉腹部是紧绷用力的，不要塌腰弓背耸肩撅屁股，不然是达不到训练效果的哦。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可以休息了。第一趴动作完成。接下来第二趴主要针对下腹，有小肚子的姐妹们一定要好好练起来。动作五，支撑点地，双臂在身后支撑住上半身，双腿屈膝抬起地面水平，左右脚轮流点地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保持腹部收紧，腰背挺直，不要偷懒把腰塌下去了。如果你感觉到下腹大腿根部有点酸酸的，姐妹恭喜你，你正确发力了。动作六，卷腹踢腿。这个动作有点像把自己折叠起来，撑起上半身的时候屈腿内收，往后倒的时候双腿往前伸直，注意腹部要收紧。双腿伸直的时候可以摸一下你们的下腹部，看看是不是硬的，如果没有那就没有再正确发力。动作七，反向卷腹。平躺在床上，双腿伸直与床保持大概30度夹角，然后用下腹发力带动双腿往上蹬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在蹬上铺兄弟的床，你有多恨他就多用力。有没有感觉下腹酸酸的？加油，小肚子在燃烧。动作八，上下剪刀腿，这趴最后一个动作了。平躺在床上，双腿来回交叉的同时上下抬，尽量把腿伸直，这样腹部的发力感会更强。实在做不到的话，微微弯曲一点也是 OK 的。加油加油，马上就可以休息了。第二趴动作完成啦，减掉小肚子近在眼前了。接下来最后一趴主要针对侧腰，想要练出性感沙漏腰一定要坚持做完最后一趴哦。动作九，侧身卷腹。侧躺在床上，双腿微屈，右手抱住脑袋，用腰部发力往上抬，左手可以搭在腰上，感受腰部有没有在发力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要注意，手对头只是一个支撑作用，不要用脖子去发力，要用腰部带动身体向上。做完一侧换另外一侧，继续30秒，加油加油。动作时支撑侧抬腰，右侧胳膊支撑住上半身，双腿并拢叠在一起，腰部发力上下抬起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腹部要收紧，全身应该都是一个紧绷的状态。有没有感觉侧腰酸酸的？酸就对了。
做完一侧换另外一侧，继续30秒。这个动作对练出沙漏腰非常有效。千万别偷懒哦。动作11，平板支撑转体，平板支撑的姿势，然后用腰部带动身体左右转体。再次强调，我的床有点太软了，胳膊都有点陷进床里了，所以大家如果在床上运动的话，一定要在硬一点的床上做。如果床太软的话，最好还是在瑜伽垫上做哦。OK， 完成。接着腹部拉伸30秒，拉伸的时候要注意均匀呼吸，训练完一定要好好拉伸，才能让马甲线线条纤细好看。OK， 7天训练结束，我就想问，咱们有机会周一见吗？